because of Lilin, yeah, we are a good friend. When I in New York to performing, I got Lilin's phone call, tell me we have a new show, we have to good dancer, we need you. Yeah, so I like the traditional story, so 让我unforgettable的一个桥段啊，是一拜三回头。 就是当木兰要离开父亲去从军的时候，他呢就是念念不舍老父亲在家，他一是很舍不得，二是内心的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告诉他必须要上战场，必须要替父从军。所以的那个时候，我没有用舞蹈华丽的舞段来表现这段。 重重的一个，应该是在整个剧里面，我认为是最重的一段。反倒我们没有用舞蹈去呈现，我们用了一切从简都在做减法，用全部是肢体语言和内心表达，去把这个动作呢，就是重复了一遍。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形式化的跪拜呀、回头啊、不忍呐、啊，甚至那个眼泪也是欲哭无泪，是。 哭在自己的内心里面的，可能并不是夸张的，让观众看到我很伤心。其实是完全是我首先要把自己感动了，我相信观众，一定会能感受得到。所以有的时候在舞台上表演，可能更走内而不走外，不是为了迎合观众，不是为了让观众掉眼泪而掉眼泪，是首先把自己感动，把自己给累。 所以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我是最过瘾的，所以我忘不了。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一段来说对我来说，很舒适，我觉得我是释放的。Me and my Mulan, this is the legend Joe. I'll see you in the theater.